千里路，吃过万般苦，才来成就感情的好路。好过看日头上世情，才有手中平凡的幸福。心糟糟，月娘照路伴天星照顾，雨夜山车永远袂变心，因咱来找着光明前途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拼出未来。啊！你真正要离？啊无呢？话拢讲出嘴啊！啊，当姊妹个性你是比我搁较清楚，你敢有需要遐尔啊认真？你毋是毋知影伊迄个嘴呐？伊若是继续安尼杂念落去，我真正要气笑啊！哎呦，翁仔某拢二十几年啊，啊，即嘛毋是好好？迄是因为我有咧收呢，功力有够。啊，毋过伊昨吼竟然讲出遐尔啊超过话，我真正是……要破功啊啦！啊，既然有在收，这条路就好好行落去啊！啊，为着这种小小的代志来破功，啊，不是就无价值嘞？小小的代志，本来就是啊，人本来就无十全十美啊！啊，智慧个性本来就是安尼。敢讲你拢无听师傅伫咧讲，人的缺点哦，就敢那气角的杯啊同款，咱往往拢敢那看到对方的缺点尔，甚至该放大。恁哦。就是安尼啦，我哪有啦？哪无？无我问你，你感觉会记你当初欣赏姐夫倒一挂优点？拢生活十几年啊，为着打拼的日子，大家拢把家己的包容性、甲耐性磨了了，常常拢家己想家己对，搁常常误解对方的意思，啊，甲小小的代志，都安尼愈弄愈大。啊，不干嘞，无法度收煞。老实讲，其实我嘛无想要安尼啊。啊，大家拢无想要安尼，但是讲的是一套，做的阁是一套。那一生气起来吼，就甲师父的话，拢放袂记哩了了。好啦，姐啊，我安尼讲，你莫生气哦。你哦，苏心汤加啉寡啦。来来，吃饭吃饭。啊，今仔菜吼，剩啊真青草，大家尽量吃，吃好饱，吼。爸，这拢你煮的哦？哪有可能啊？无啦，即我去巷仔口买啦。啊，即阵啊，你妈妈真无闲，啊真忝，我来替你妈妈做只石头啦。啊，食饭食饭，食饭啦。买买厝的代志，我详细算过啊。我本来想讲，等厝还袂起价的时阵。先订两间，予佑明佮远灿以后结婚通好用。啊，毋过我想想咧，安尼负担伤大，我着佮伊退掉啊。
不过后来我还是留一间，因为咱一间厝实在伤小啊，应该换较大间的。上起码，我家的囡仔家己有家己的房间。耶！对啦，你妈妈讲安尼嘛真有道理啦，听妈妈的话就对啦。元灿甲桂英做伙去考警专，等放榜的这段时间，元灿阁甲我做伙去送花。警察专科学校呢？两个拢搞掉啊啦！哎呦，真正天公伯有咧保庇哦！我感谢感谢感谢。阳明高中无考好，上尾嘛是尊重伊的决定，予伊去读军校。好啦，要去紧去啊！你看细林哦。好，妈，再见。再见。一个一个送出门，实在是足唔甘的。啊，不过这嘛是因的前途，我安怎唔甘，我嘛是爱照顾因。讲啥物要替囡仔拍算，结果咧，嘛是拢无你咧厝诶，嘛是剩咱两个。伊嘛毋是无要转来啊。话都毋是安尼讲啊，假使讲若较知影代志是安尼吼，咱厝着去加看几间啊嘛，免买到遮尔啊着急啊，你讲对毋对？毋对。啊是倒咧毋对。我甲迄间厝摕掉了吼，迄房价开始大起啊呢。若是搁较慢一寡吼，恐惊连这间厝拢买袂起啊！搁等你慢慢仔看咧。啊，你也毋较早讲咧啦。啊，毋拢嘛是你。你若较早甲我讲这厝这个行情哦，我嘛袂叫你把遐厝退掉啊！就哎。算算起来有息就对啦。过生活就是爱向前看，无时间通啊后悔啊啦。假使讲咱迄间厝若无退掉，无条件花仔钱就已经转来啊吼。啊！你要对啦，再吃细细啦。我也要去。好，安尼就对啊嘛。人生本来就是爱向前行，爱向前看，安尼才有进步。你讲对不对啊？嗯。我你嘛较笑面一下。等我一下，莫行啊紧好无啦？紧的啦，我无聊你。阿亮啊，哎，天杰，
啊，你今日要上班哦？新厝上变好未？哎呀，无上班，你迄厝真无聊呢。迄厝我看整理就好啦。嘛对啦。一台啊，一台车怎么向你开的哈？你讲洗车场去食啊？迄个昨昏再来报道的新人啦，叫做阿庆啦。这台车的年份哦是比较久啦，所以你拍艺术的时阵吼，但是裤拉子都要倒较深，哦，啊角度爱小点。聊的时阵，你才切下去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哎，起来。哦，好。好，我是，无要紧，大家来。哦，啊，要处罚一人吼，你家己去控制，家己去体会。哦。赞啊！多谢。你个。对啊，哎阿公啊，你顶个月哦，阁是第一名呢，第二名嘛是连庄的，是千机啊。这也无啥，是大家看成啦。哎呀，迄嘛，你有够认真招客户啊，我嘛要赶紧来招客户啊。安尼啊，较细你哦。哎，入面啊，再见。王小姐，我来补货。好。阿公啊。哎。来者。啊，小蛋仔啊。啊，是安那？这是总公司的政策。其实这半年来，除了你甲千机啊，啊甲过个做较久的健健美妈妈，也是较稳定以外，公司这边的总销量其实一直咧减少。哪会安尼啊？我拢唔知影呢。无互恁知影，是惊去影响到恁的士气。另外一方面，是希望景气会当变较好，互公司搁考虑看卖啊。拢无效。公司其实已经有来正式的通知啊，全省的健健美妈妈的业务，搁等三个月就要结束。我是第一个互你知影的。你这半年来哦，上认真、业绩上好的，我若无甲你讲，我今日对你真歹势。哎呀，主任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啊，大家拢足拍拼的，你嘛是啊。即马时代无同款啊，超级市场甲便利商店一间啊一间啊开啦，啊人若要食啥物饮料，行两步啊就有啊，啥物款的口味都有。消费者的习惯哦，即马拢改变啊。咱健健美妈妈的业务，就算搁较好，也是爱收煞起来。那你主任，你家己有啥物打算无？我。再搁看卖啊吧，我今日甲你讲这个代志哦，我临工会找一个时机甲大家宣布，伫我还袂宣布之前，主任，你放心，我袂先讲。安尼就好，安尼你会用去领会啊。哦，多谢主任。你在这儿？我这边问你咧，我骑车经过这边，啊，看到你伫个遮，啊，恁在伫遮多久啊？吼，啊，我都出捡二纸啦。吼。啊，行了忝嘛吼，我是讲坐一遮小休困一下啊。啊，嘛唔知坐偌久，啊，坐咧吼，煞坐到休困去。
上，啊，你人有无爽快无？无啦，你莫像你卡上安尼，啊，规工咧乌白想。阮毋是乌白想啦，阮是关心你呢。啊，你若是讲吼体力无好，就莫走遐远来收这礼状啊。啊，捡这礼状吼，袂输敢若啊，咧散步、行路、运动共款，难免会忝啦。等到吼，看若安尼，规工拢伫咧厝诶，啊，甲恁卡上吼，若毋是看电视啦，啊，无就去讲着恁来。我了解啦，是嘞啦，前一阵啊，我无闲咧搬厝，较少倒去看你甲卡桑。不要紧啦，啊你啊家己的家庭哦较重要啦，个日子哦是爱一天一天过呢，啥物代志哦三万拢卖过去，你免烦恼阮哈。无，即摆我带你转去好啊。免啦，你去无闲你的代志，我家己偷偷徛定个就好啊，啊。无啦，我今日物件已经送完啦，我会当带你转去看卡桑啊。哦，物件送完了哟。啊，无安尼嘛好啦。哦。啊，你陪因卡桑开讲，有人甲伊开讲哦，伊心情嘛看会较开无。对啦。啊，不过我车伫遐呢。好，无你去牵啦。啊，你较细腻哦，我伫你后边哈。好啦，好。你在看啥？我在看这啦。哦，哎呦，伊就是安尼啦，我无法度。我就甲伊讲，迄为善不欲人知的道理，伊嘛是听袂落啦。啊，野村有讲啦，啊，姐夫就这个个性啊，啊，就认为既然是好代志，那爱惊人知，啊，互大家人知，大家当做伙做啊。伊欢喜就好啦。你都唔知影，阮这间厝刚搬来的时阵，伊头一个整理的，就是这啦，伊的宝贝啦。虽然吼想法无同，不过今摆恁两个拢伫咧做好代志，安尼真好啊。嘿啊，啊今摆无做真正的妈妈吼，就有较侪时间当人做主子啊。啊是讲阿姐啊，你敢会唔敢？也是加减啦，你看。啊，我正正面妈妈嘛做了七年呢，啊，囡仔嘛大汉啦，嘛要这间厝啊。啊，不过讲实在哦，我较唔甘的，是遐做伙拍拼足侪年的正正面妈妈啦。哎，时间差不多，要去会场啊啦。阿国啦，你在伫遮啦？我这边问你，你哪在遮啦？哎呦，我来斗三工啊！我甲阮兜孙兄哦，做厝前有一阵仔哦。是哦，我嘛做足一年呢。阿你的母亲是啥？林永祥师兄啊。哎，我嘛是西永祥师兄啦。哎呦，真拄好呢。对啊，啊咱个见见面吼，当初遐尼侪年啊，客厅阿姨才知影讲你嘛伫做厝前啦。是啊。啊，你拄着朋友哦？我甲你介绍者，这是我金店美的同事罗千姿啦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啊，我有听过你的名，我听过我的名。是啊，阿姊有甲我讲过啊，伊讲恁两个人的业绩吼，拢是第二伫咧轮流的。伊拢无甲我讲，你嘛伫咧做主席。是啊，当然的啊，我嘛是今仔日才知影呢。对啊，我是咱旧缘的啦。哎呦，来啊哈，感谢感谢。哦，再见了哈。哎，总站到啊！妹啊，总站到啊呢？总站哦，你是坐过头去啊？我要转去啊！妹啊，啊恁厝住咧底啊？我嘛袂记。拢袂记啦。哦，
好啦，安尼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等下吼，先过来办公室小休困一下，我再想办法咯，送你回去，好不好？我要回去啊。好啦好啦，我知你要回去啦，我等下再送你回去，来先来办公室休困，哈，来，谢你谢你，来来来，甲谢你咧哈。来，换好啊。阿伯啊，你遮吼小休困一下，哈，我等下再送你回去啦。郑大哥，啊，先怎？天气不要停哦，我陪恁坐。阿伯啊，迄纸吼，我看一下哦。阿伯啊，饮茶啦。我要回去啊。阿伯吼，坐车坐到过站面啦。我去。叫伊地址吼，阿妈伊电话，我敲电话来。阿伯吼，互你照顾一下。阿伯，饮茶啦。我要回去。哎喂，哎、欸，我只公车总站啦嘿。啊，有一个阿伯吼，伊坐车坐了过站去啦嘿。嗨，丢丢丢丢。哦，安尼吼。好啦，安尼无要紧。哎、欸，我再载回去就好啦。嘿，免客气啦。郑大哥，安怎？我拄则打电话去阿伯因家，因太太接的啦。伊讲伊脚行路无方便，啊，囡仔时时拢伫咧台北啦。那恁是要安怎啊？伊讲哦，要叫因隔壁来甲阿伯载转去啦。我讲唔免，安尼伤费气，我载转去安尼较紧啦。啊？啊，不过等一下要开会呢。我若袂有吼，开会讲啥物内容，你替我记，等下再甲我讲就好啦。哦。哎、欸，我先甲我倒摆徛咧楼骹，等下麻烦你甲阿伯哦抓落来。我要来等你啊！慢慢来行哦，这里哦，这里。来，阿伯开来。来，我这边再等啊！你坐好哦。你看看台哦。好，好，好。好啊，阿来去啊。各位啊，今年度吼全国模范劳工选拔就要开始啊！这边的比赛甲过去吼，搁较慎重啦。每一个事业单位吼，拢爱推派一位，咱高雄啊，拢总有100个名额，然后啊，大概选出50个，最后啊，经过层层的筛选，会选出3个模范代表到总统府接受总统接见。哇！啊，这比选中国小姐搁较竞争呢。啊，你嘛较拜托个，这模范劳工甲中国小姐差遐济着。中国小姐选掉以后吼，啊，调到出国比赛，比如世界小姐呢。各位同事，啊，不管讲吼要出国比赛，这拢是一份足大个荣誉啦。咱高雄市个公家处嘛吼，今仔日呢，都要先推派一位出去。所以咱今日先来选一位最优秀的代表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好，安尼请各位提名。我要提名郑大哥啦，伊即摆无伫哦，就是因为伊载一个袂记的路车也袂转去啦。啊，自从哦我来报道了，伊嘛真理性甲我教，所以我认为无烦劳工哦，郑大哥上有资格。嗯，嘿啦，就去啊，无办啊。对对对，我嘛认为吼，天健上适合。那呢？啊，支持添杰的人，请喝酒。想袂到阿金这少年囡仔吼，像你捧我的场啊！我渐渐面妈妈的业务，后个月就要正式结束啊。我那个站长是有咧讲啦，初选结果吼，真唔可能会进入最后的50名内底。真好啊！你讲迄阿庆会甲你提名，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伊有看到你送一个阿伯转来哦。我是讲我唔知有迄个望入总统府内底哦，这都无啥确定啊。讲到这阿伯哦，
我就想到道上嘞。顶摆哦，伫咧公园看到伊伫咧遐度久，我就感觉伊的精神甲以前差足济。袂用的，我爱找一寡代志互道上做。无道上拢讲哦，伊伫咧厝内底，毋是甲脚上咧看电视，就是讲着大兄的代志。伊心情哪会可能会好起来？等我渐渐面慢慢有要做了后，我一定转去甲伊看一下。你渐渐面慢慢无要做啊？为什么啊？是安怎啦？前几来啊啦，我要甲伊讨论环保的代志。你是讲，大家甲你变渐渐面第一名迄个前妻啊罗千姿哦，伊啥物时间做环保，我哪拢唔知啊？哦，对不？我你讲啊，你大家拢讲，拢你讲，我拢。你来啊！你好，你好，恁当属啥？嘿啦。你好，我叫做罗千姿啊。哦，来得及啦，请坐，请坐。来啦。哎。哎，谢谢。恁家师兄哦，足趣味的哦。伊是爱电爱讲话啦。我甲你约的时阵吼，我嘛毋知伊今仔日会遐尔早就倒来。伊平常是差不多拢十一点才倒来呢。啊。嗯。吼，安尼嘛辛苦呢。乖啊。啊，你从恁家吼来做这环保回收站，恁师兄敢会反对啊？无要紧啦。即我家己决定就好。嘿，咱师傅要提倡做环保的，咱做地主的是不是爱支持？当然啦。以前哦，咱把迄渐渐梅的空罐啊，利用去做迄垃圾，啊，即马无要做迄渐渐梅啊，咱是不是爱做较大的，爱回收变黄金，环保救地球，对无？哦，对哦。连这哦，你嘛要出做第一啦。这当然的啊，好代志就爱赶紧去做。安尼就表示支持师傅。对啦，你迄机仔吼，爱摕来阮家呢。是，顺便。干阮阿。环保回收站啦，恁家哦，若是有啥物报纸啊、纸箱啊，啊是吼，迄空的罐啊，拢会当摕来这边做回收哦。摕来恁遮哦。嘿啊，恁莫看遮物件，整理整理，有足侪用途呢。哦，安尼哦。嘿，无，我去无用啊，等你哦。哦。啦，你看，迄太太兜啊，佮要做啥物回收站啦？啊？回收站？嗯，啊是要回收啥？嘿，啊咱家是徛街呢，要做回收，敢会无卫生？我嘛无清楚，敢若听伊讲哦，我会当将个垃圾摕去伊遐哦做回收啦，讲啥物会当佮再利用啦？再利用？嗯，做即款会较好趁？哪会知啦，佮真侪人呢。哦，实在是真多谢呢，有恁安尼斗三工哦，速度变足紧嘞。阿哥啦，感谢你，从恁家安尼赶出来。哎呦，这也无啥啦。哎，我甲恁讲吼，我有准备点心嘞，小等才做好，咱去食点心好无？哇，好，谢谢哦。买啦，哎，来来来，还有几项给我洗吼。你要无？啊，要够不？
男子手。我那是要比什么棒啦？我即马当作你厝做环保吼，就敢提遐囡仔啦，是讲啊来洗洗尔，要唔是呢？你敢厝内底不啊敢回收站呢？啊，互别人摕粪扫来厝内底倒。啊，若是甲原本的同款，敢需要讲？啊，这重要代志，你要敢参详一下哦。啊，厝边隔壁嘞，哈，你敢有敢问一下？哈？我伫咧家己厝内底门口口做环保回收站，敢需要甲因讲？而且我拄到因的时阵，我嘛有讲啊。你确定哦？确定讲你有甲因讲哦？我，哎呦，就算即马讲袂清楚，啊，到时阵开始做了哦，因看就知影啊。迄人到时时间哦，人摕粪扫在遮等啊，还是讲厝边隔壁在遮抗议啦？哪有可能？无可能！我来讲，你莫挂讲，我无时间你讲哦。规高雄遮尔大啦。那就一定在厝内底，不过敢是一个环保回收站哦。啊，无你是讲煞袂啦，师傅提倡要做环保，啊，咱就爱支持啊。啊，爱地球，唔是讲嘴讲讲的呢，爱用手去做呢。嘛，还佫有其他的方法嘛？这就是我的方法啦，为家己开始做，啊，豆豆啊，传厝边隔壁来参加。啊，你来做你的模范，做你的好人，我敢袂当做我家己认为的好事？嘿，啊。奇怪，我心寒啊！阿妹啊，嗯 ，Kiko 啊，啊，你是讲叫我吼，后摆捡回来这字纸吼，嗯，莫搁再去建立停烧哦。对啊，这字纸若烧掉，就啥物拢无啊。若是讲吼，会当做回收，啊，去利用做别项物件啊。安尼哦。对啊，咱平常时吼要扔掉的垃圾，迄拢是宝呢，迄是最好的资源。毋若是字纸啊，啊是讲铁管啊、塑胶管啊，啊搁玻璃管啊，迄拢会用的呢。啊，是讲吼，啊搁无再去建立停的。啊，是要载去倒？唔免你载啦，我会请师兄来载就好啊。啊，是要载去倒啊？啊，谁要收啊？当然有人来收啊。这字纸吼，甲囡仔要去工厂去做别项的物件，啊，再袂讲吼，变作是粪扫，去影响到环境。迄换来的钱吼，佫会当去帮助别人呢。啊，佫会当换钱去帮助别人吼。嘿啊，就参像倒送哦，种情种田啊，啊然后将迄个米送予共款人共款，虽然方式无共，啊，毋过上重要的就是去帮助着需要帮助的人啦。就是讲做公益田吼。啊，毋管安怎吼，会当帮助别人，拢是做好代啊。对啦，虽然咱家即马吼无田通啊种啊，也毋过阮师傅讲哦，若是做回收、做环保，嘛是咧种田咧。种田？啊，田伫底啊？田哦，伫遮。阮师傅讲哦，这就是神来种福田，若是去做好帮助别人的代志，就是种福田啊。一只种福田啊，袂歹，真好。捡泥纸、收干啊，顺续运动，啊，搁伫个心内种福田，啊，顺续搁会去帮助别人，安尼毋是真好，对无？安尼好啦，
互恁斗上吼，会当运动一下，安尼也好啦。啊，无人老啊吼，若无振动一下，规身骨的骨头吼，拢生鲜啦，愈来愈袂振动啊啦。啊，无伫厝嘛是看电视啊，对无？你哦，莫干那样讲我呢，你家己嘛同款啊。啊，拜哦，诶，回收转来诶物件吼，你嘛是吼爱斗整理。你放心啦，我袂放你一个人做啦。讲有听哦，是甲是莫后悔哦。我才袂咧。啊对啊，啊回收转来物件是要放到底啊？啊，就放迄间啊，迄间空遮久无咧用安尼。哈，用个用个，迄间用个空，哈。哪咧？迄物件是毋是爱甲清清咧？我来看卖下哈。免免啦，啊，无啥物件，干那几块桌啊，甲椅啊尔哈。哎呦，脚上倒上，唔免紧张啦。林工哦，我叫孙兄甲孙姐斗三工来整理就好啊，哈。搞啥搞啥？好，多谢哈。来，是阮家家拢多谢啦。多谢，干嘛无？啊，物件我袂放，今仔什么日子你唔知影呢啊？来，快点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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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先，好了，你先。来，你先，来，你先。好了，你先，来，你先。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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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，来，你
超假啦！啊，咱遮毋着变成粪扫堆吗？对毋呢？天气是愈来愈热，雨是慢啊嘛愈来愈侪，啊，万本来你传染着什么病哦？啊，是变安怎啦？对是啊，李太太啊，安尼袂用得啦。是啊是啊，我即摆随找人处理吼，歹势。啊，邓先生，恁做环保袂用个安尼做啦？对毋呢？这个环境愈来愈垃圾。 师兄，感谢哈。好，来啦，豆豆开啦。好，来好。哎，孙阿，拜托，等下吼，把这汤水先沸来。 好啦，安尼就拜托你啦，吼，多谢多谢。好啦。啊？啊，厝内底大部是拢无来哦。佫无啊？好啦，我明仔载去买啦。啊是安那？佫闪着啊？无啦，哪有去闪着？啊，长期咧开车吼，坐了伤久，三不五时啊，拢嘛会酸软疼。啊，佫今仔日啊。 伫门外口，我咧拼咧规大堆的粪扫，实在是吼。我已经把后壁倒粪扫迄台车的车牌报号也存啊啦，伊会替我查。安尼以后你拍算要安怎？啊？我要拍算啥？啊，我啦，这事做环保这理念是真好，也毋过即摆已经造成这厝边隔壁困扰咧。 啊！今仔厝边讲啥物话，你嘛是有听着啊？继续安尼要哪行个啦？嘛毋是所有个人拢反对啊，反对个人自然讲会较大声。啊，毋过嘛是有人配合了真好呢。你讲个是无毋对啦，也毋过我即摆是咧烦恼你呢。啊，咱以后人甲咱遮厝边隔壁。 也是歹斗阵，对无？大家斗阵了无欢喜，万一闹什么冲突，这是变安怎？这种真正违背吼，你做环保爱地球这个好意啊！好啦，我会想办法啦。嗯，是啥物人啊？你好，打搅一下，我是高雄市市政府环保局的稽查人员。对哦。 啊，这门是有啥物代志？有人通报恁遮足侪粪扫的，我来遮稽查一下。粪扫？哦，拢清理好啊啦。我这边吼是一个环保站啦，平常时吼拢有摒扫，啊整理足好势。啊，今仔日是有人放粪扫伫咧这边，
啊，若是拄看到吼，我会随处理。嘿。那呢，方便我试过看卖吗？啊，好好，欢迎啊。阮平常时拢是安尼啦，拢有整理啦。啊，看是无啥问题啦。安尼哦，多谢多谢。袂袂袂，安尼我先来走。幸福不容易获得，要用年轻岁月交换，历经沧桑才有权利选择。以为幸福是一种想象，现实是汲取的穿越隧道才能重见光影，光线在树叶间眨眼，生命在石块中翻转，阳光亲吻小草，花朵抬头微笑，才懂得幸福从幸福风景，是美丽也是哀愁。